为什么颜色不大像？哎呀，这个颜色不会好的啦。哎，你们走过来啊！你那个是用录的？对啊，录的。那你们演一场戏这样子。要先，那你要先编个剧啊。对啊。先演一场戏，然后再。要演那个求婚吗？要演花落的。好，来走过来，走过来。我先从上面拍下来。哦，啊，他没有办法拍羊角。没有，你要动啊。演什么？演花落。对。我先从这边开始哦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明明这边手上还一把，好做作。你看，好美哦。心愿终于完成了。好，来。还要继续啊。真是演不下去了，你手要弄花一下，是这样子吗？然后赢的是雨，这样没有，没有，他那荧幕人家是樱花雨，我们是真的雨，樱花雨。哈哈，然后把它保护起来，拿这里很漂亮。好，这个好，等一下，把那个。